那你知道从其实从网页上就可以把 YouTube 当做下来吗？真假的，这么神奇的功能？要不然你都干嘛？我都是直接就是刚我刚讲过，我都是 load 掉网址这样子。你知道 Firefox 就可以直接从那个网络上直接 download 下来，网页上 download 下来。你只要附加一个元件叫做 YouTube Downloader， 然后再只要附加以后，它这里就出现一个 download， 按下去以后，你就可以下载任何形式。 哇，amazing！真的，我们试试看好了。真的，我download下来了，是不是？Firefox！哇 ，Firefox！ 现在说这个，你用过 Firefox 吗？当然有啊。哇哦，太神奇了。那你平常有看新闻习惯？哦，有啊，最近说啊很烂，我真的受不了。<笑>对，你知道，我们有一个也附加元件，就是 Search， 就是也是可以，就是一次看很多新闻标题这样子，超方便，就是 Firefox。 哎，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，哦，这边，哦，哎，真的，哎，好神奇哦，是不是？是真的。你有没有看到刚刚大家介绍说这两种很棒的方法？其实 Firefox 的出现，就是因为它会这么贴近每个人的需求，就是因为我们有40%的程式都是由志工所提供出来的。然后大家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看到说那个什么反望轴？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媒体的自由。 然后我们不希望媒体只有一种，在网络上面浏览器上面也是一样，我们不希望只有一种，所以我们 Firefox 才会出现，有了 Firefox 才会有网络自主权，所以我们喜欢 Firefox， 谢谢。耶！真棒，不错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